叶局长。来，我特别介绍一下叶局长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台中市要打造一个大的文化的都会，文化局是当时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首任的升格之后的文化局叶局长，这个不但长得漂亮，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有人文艺术的底蕴跟涵养，请大家多给他支持。还有台中市的消防局廖局长，在场的各位来自两岸的我们艺术家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台中市升格，又是元旦，又是第一场我们文化局这边来协助策划，那么来正式展出的